今天做花生炖猪脚，主要原料就是猪脚和花生。这个猪脚已经焯过水了，花生呢，我拿开水泡了1个小时，这样的话，一会儿这样一搓就容易把这个皮给它去了。第一步就是先撩这个猪脚上的毛毛，有毛毛的地方就拿这个先撩一下，这样。撩完了以后，再把它洗一下。下面就是再清理一下这个花生，花生要把这个皮给它去了。花生去完皮以后，拿水淘两遍，洗两遍，这样子。这里面的皮要剪干净，不然的话，炖出来的汤容易发黑。剩下再准备一点姜、葱和白芷。今天我没有那个中国的青葱了，所以我用的是洋葱。就放了油，把姜葱炒一下。这个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。添一勺料酒，加开水，不能加凉水，把它揉过去。不能拿铁锅炖，所以这个里面是搪瓷的，所以就相当于我是拿搪瓷锅炖了。你可以拿砂锅炖。多加点水，这边白芷放里面，放一小勺盐，再放一小勺糖，花生，盖上盖子，一般炖2个小时，炖了2个小时，再开。我中间还加了一次开水，怕它水烧干的时候。对，轻轻一搓，这个已经很软烂了，很软烂了，可以盛起来了。